以下是一则重要消息。投票投投票投票头等车票头等机票去投票，记得去投票，星期日记得去投票。如果你是不知道投哪个或者不熟悉你个区的候选人，不紧要的，那么欢迎上这个 Vote for Hong Kong， 那里面就会有详细的资料了。